我想过后喜不喜欢吃素的肉哥？不喜欢。吃素的肉哥要把它杀掉。但是二和八有没有一样？没有。没有一样把它砍成一样才能杀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吃素当中肉哥可不合并？可以。合并起来才能杀呢。所以说啊，是分别把它洗到下面来，先分别去算出来，注意听。好，讲过要一样才可以杀，哎，很巧哦。到时候变成一样，要把八变成二还是二变成八？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对吧？正常来讲，八是二几次？三次。但是你这边变成三次，好不好变？不好变，会变成毒敌如汉一样的二三四八，外面有这个二六个嘛。所以说老师讲过这一种变，我讲过把二变七，把二除以八会把二。那你把底下给三次十，外面给几次？三次，上下同时三次八，有没有印象？老师有没有讲过这公式？弄给 A 为底 B， 然后把底下给两次，上面给两次，有没有一样？所以说把底下给三次，外面给三次，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这用这个道理好不好？我把底下，注意听，我把这底下二把它抓起来几次？三次，二三四变七八，那三的三四变七二七八八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杀掉之后单剩几二七才重新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这边算出来是几二七减掉，这也是一样，这两个肉格相除可不合并？可以。两个 log 相除可以合并成一个 log， 底下写九，上面写几？三，写到这边九九可不杀掉？可以，直接杀掉之后答案是几？三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带进来二七减三，所以答案是几？二十四。OK， 大家看一下。